您找谁啊？我找你，我投诉你们急诊科的大夫。爸，梅梅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我妈接的我。你妈是不是交代你任务了？昨天晚上我差点犯病。怎么回事？魏警官他来找我了，提到了孙龙的事儿。然后呢？当时我耳边全是你的声音，是你鼓励了我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未来综合台急诊科医生。